不要再到网络上学那些超级复杂的歌曲伴奏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尼克老师，这是一个教会你从零到学会自弹自唱的频道。自弹自唱就是要弹跟唱搭在一起嘛。很多同学想要弹自己喜欢的歌曲，就会上网查歌曲的伴奏，结果都写得超难。你光练前面四个小节、八个小节，就练到头昏脑胀。快挂掉了齁。好，比如说像这样子。哇，弹得这么好听，等你把这个用了好几个月练起来，结果发现怎么样，唱没有办法搭进去。整个不知道怎么唱，所以弹唱弹唱最重要的目标，只要你和弦按好，你就不要再把右手加难了。好，弹一下就好了。再来，你要去看这一首歌曲到底字要塞在哪一个位置。好，比如说以孙盛希这个《眼泪记得你》，今年很红的歌嘛，他的副歌怎么唱 ？I close my eye。我就想那个爱爱这个字到底是在哪个位置进来的。好，比如说 G 开始弹了， I 好像太快了，对， I 好像也不对，所以你要去琢磨那个位置到底在哪里。实际上它是在刷完两下已经要换到第二个和弦叫低仰升 F 的时候才唱的，所以这种同步感是弹唱初学者里面最重要的事情。 I close my eye，你就会出现。再次 I need your love 留在我身边，这样子是不是听起来就好了很多？如果你完全没学音乐，这件事情其实你是需要一点时间去练习的，好不好？回去先帮我做这件事情，仔细听那个字到底要兜在哪边。你如果想要看更完整完整的教学，这边的话很难讲清楚，所以你到尼克老师的主页去看尼克老师课程的试看，会教你从零如何马上可以上手到自弹自唱这件事情。目前这个课程也是预售中的，如果你很有兴趣很有决心要把吉他练起来，一定要买尼克老师的这个课程。目前前20位同学购买只要990块，还可以加赠一个 LINE 群组，也就是你如果遇到问题的话，尼克老师会在里面尽量抽空回复大家的问题，来帮助你达成自弹自唱的目标。再说一次，即使你是一个超级的音乐小白痴也可以学会。我是尼克老师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咯，赶快去练这首歌，拜拜。